而且它火腿好厚哦，火腿、煎蛋、起司、番茄、鲔鱼、生菜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我要进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油鸡。哇，它的油鸡看起来好嫩哦。你再讲一次，因为怎样？就修一点吧。对，这是馄饨，咬一口好大地哦。它也是祥发茶餐厅的隐藏版菜单哦。它的蒸料好吃。哎，它蒸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，跟港式不一样。香港师傅用高丽菜干蒸鱼，真的很假的？好有创意哦。啊，这几上面啊，椒盐凤爪。啊，这里是泰式虾饼。泰式虾饼。混了一混呢，过去了。到了吗？米台木啊，什么什么祥发，祥发炒米台木，米台木哦，什么祥发很台，它很在地化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高丽菜干米台木。这道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很好吃哦，它的炸鸡翅很好吃。炸鸡翅，南大皮卷。哇，重头戏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台长，不是那个菜单上的。哦，这也不是菜单上的哦。虎虾意面，虎虾意面哦。哇，这我妹妹。Hello， 你好。他们俩都美女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我知道，妈妈也是美女。我怎么讲？怎么这么两个人？怎么讲？这两个人是三个人？哎，等一下，四个人，我忘记妹妹了。看一下意面哦，虎虾意面，好像一个长寿面哦，真好，真好，很好吃。我远远的就闻到糖醋的味道嘞，这是什么？鸡球，咕噜，什么球？鸡球。那我等下换脚吗？人家为什么要叫孤老鸡条？为什么要叫孤老？为什么叫孤老？孤老是什么意思？孤老肉嘛。哦，孤老肉。可是孤老香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香港的孤老咕噜。有姑姑的老公啊。不是呢，孤老是什么意思？是糖醋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糖醋。就是糖醋哦。哦，我答对了。糖醋就好。我答对了，孤老鸡球。广我好喜欢听你的声音哦。谢谢。对啊，他在介绍那个菜。哇塞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他广炒面很夸张哎。炸的脆脆的。他广炒面高起来哎。而且看到这个广炒面就知道要牙口很好的人，对不对？没有脆的，咔吃咔吃咔吃！哎、欸，老师傅，你偷吃？这不会被吃完的，我先夹一些。炸的很脆。那、啊、我们居然有鲍鱼哎！老板夹菜啊！我们居然在祥发茶餐厅有定制的鲍鱼哦，脆皮牛腩太难了，太难看到这种菜了，脆皮牛腩。老板早该认识。小排啦。炖得很嫩了啦，已经炖得很嫩了，在炸。邓师傅，今天把拿手菜都拿出来了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平常都有做。平常他只拿左手的出来，右手还没拿出来。杏仁豆腐哎，吃一吃。哥哥来，下次来吃芝麻糊啊。哎，它是不一样的杏仁豆腐，热的吗？还挺凉的。冰的了。来，杜明吃杏仁豆腐，挖好大一口，看起来好爽。要吃豆腐啊？对呀、啊，好吃哎，很好吃，好香哦，而且它的口感冻冻爽。你看邓师傅在这边做了香港的样子啊，好像我们在香港吃饭哎，哥哥像不像？像不像在香港吃饭？祥发茶餐厅哦。过来喝个咖啡啊！好了，来到这里好像在香港吃饭。